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专家分析，人物聚焦，黄光芹，Pop抢先报。听众们，欢迎回到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的现场，现在时间12:07。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慎重，而且非常荣幸邀请的是李敖大师的大女儿李文博士。李文你好。你好，黄主持人。嗯，在你的尺度里面，你是会不会比较希望由您自我介绍，而不是由主持人介绍？是因为台湾的观众不太了解我，所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吧。我是香蕉 ABC， 就是美籍华，美籍华裔美国人。怎么讲你是我们台湾当时候母亲已经怀有身孕了，然后到美国去您是在美国纽约市生的吧？对，我在曼哈顿出生，所以我的中文有时候不太好，请大家包谅一下，因为你母语是英文。对，是也不要说我崇洋媚外，我就是洋这种就是对就是啊、还有就是我是作家，我是社会评论家，维权者，也是英文双语教授，时尚怎么督导者什么的，我先生教我的算是比较是欲望城市里面的那种，可能是另外一个女主角形象的。你看她全身行头啊，那个字念那个字念行啊，不是念行头，我们很多主播念错了啊。我就像学李文一样，稍微吹毛求疵一下哈。她全身上下都是很时尚的打扮，而且你喜欢红色，对不对？对，其实很多大陆韩台湾的女孩子，她们可能有名流啊或这些或老百姓，她们 detail 很缺乏 detail，就是指甲还有这个还有什么指甲还有头发对发型很今天早上早起来因为太早了，所以是头脑还不太清楚。那你手上戴那么巨大的一枚那个是什么？对，这种叫 statement ring， 就是说一定要巨大，它不是很贵，所以我平常就会写书教是说最便宜的方式拿到最好的东西，包括吃喝在台湾。对，我今天看到这个李文，我们刚刚有一点这个空余的时间，我就跟他说李文我不怕你，就像我不怕你老爸一样，因为访问这个李敖大师非常多次啊、哦。那他其实是一个极之也温的人，非常像个长者，而且非常循循善诱，他不会跟我们大声的哦。你别以为他学问那么好，满肚子都是学问，然后你问他一句他会骂你说你不读书了，不是，他不是这种人，他是非常和煦的一个长者哦。那李文当然我们等一下陆陆续再介绍你哦，而且等一下下一段由我来介绍哈。OK 啊，父亲现在的状况如何，他的身体状况？其实我跟他不是很亲，大家以为我跟他很亲，因为但是总去看过他吧。这次不能看他，因为我跟他家的人关系不太好，是，而且他我妈妈也不看，他弟弟妹妹全部都不看，我觉得他可能有爱面子吧，希望最后的那个脸啊，就是不要，因为他打类固醇，对，有肿大，对对，所以有点爱面子啊，就爱漂亮。我个人感觉就是他怎么讲呢，他就是受我时常在我的 Facebook 也会有很多名言嘛，就是 General MacArthur said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就是伟人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而已。谢谢你获得马上翻译就是说早晚他是要离开的那因为我小时候白色恐怖那爸爸那时候被蒋经国他们什么蒋家就是你知道监控嘛，所以呢那时候我妈妈又是处女，跟他在台大又是校花，所以就把我就是怀孕了嘛，那时候他不晓得我怀孕了嘛，未婚怀孕嘛，对，所以就要妈妈赶快出去，因为已经被 follow 了，跟踪了，是，那妈妈就去了纽约，所以他就莫名其妙变成个美国爸爸，所以为什么？那我说有时候小时候回去的时候，就是跟奶奶，其实是姥姥了，我是叫姥姥，就是李敖，他曾经花了一些功夫，你最早回去本来是外婆带的，对，后来李敖大师他用一种奇奇怪怪的招数是让你失踪，就最后就是到奶奶那边，奶奶带大嘛，对不对？老太太带大的，对，对，其实是不是是妈妈的妈妈？妈妈是外婆，最早是外婆带你嘛。对对对，我的舅舅外婆搞不懂，是没问题。所以 anyway 就是妈，最后他就从外婆那边抢过来，其实是不太道德的事情。可他说是亲生骨肉，对，我虽然我坐牢，我入狱，可是我也希望我们李家的人去带小文，所以他就叫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奶奶去带我，所以我奶奶算是我的妈妈了，因为我跟她相依为命。是，那有时候就是回去美国读书啊这些的。那爸爸坐牢的时候，奶奶也说你要回台湾看爸爸，所以我的记忆里就是在牢里跟爸爸的生活比较多，就是
就像我面对面，那那时候就是很感动，因为他给我写很多书，因为他要我学，有80封家书啊。对，你记得那个他在大陆我看过你的资料是吗？啊、哦，其实很感人嘞，一个父亲哎，李敖哎，对，而且那个照片他都不能、嗯，因为老李头是不能用刀的嘛 ，anything sharp， 是是是对不对？ Yes, 所以他就用一个石头，用那个。你知道他也是收拾资料大王，跟我们一样对对磨的，对磨出来、哦，磨出来的，而且磨出来是、哎、你可以看那个照片都是没有任何的那个瑕疵，所以每一封信就是，可我有看不懂嘛，因为中文看不太懂，嗯、所以就是我的记忆力就是跟 他用英文、啊、他想方设法用英文跟你沟通哈，他英文其实没有我好，不过他写的。不错，就是因为他们中、嗯、你知道中国台湾英文都很烂嘛，就是说就是看的能力不错。哎、你以后不要再下面不要再讲英文了，我挡不住啊。okay,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尽量表达就好了。对对对，我们也没有说字斟句酌到那个程度。爸爸他其实很爱女儿的，他始终觉得对你有一份亏欠，嗯、因为他那时候被迫成为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他常讲说，像很多人关注他们这些。受难者他很少，他们说台湾很少人关注受难者家属。李文啊，你就是受难者家属吗？我到现在觉得也是受难者、欸、白色恐怖。对，因为我到现在外交部移民局都不给我居留证，我现在比外劳还不如。嗯，对啊，所以因为爸爸也是台湾人，妈妈也台湾人，那为什么先生台湾人？嗯，因为他小时候就是不让我被三民主义洗脑，所以我很倒霉、嗯、因为正常人18岁以前给你办个户口吧，嗯，他说不行，你就再给我美国待着，不要给我回来。嗯，所以现在我过来他也不太高兴。嗯，所以三个事情我对爸爸不满意，虽然他现在在病床上，就是现在少说两句吧。不过你刚刚讲的三句啊，这个不是李家的 style，、啊、是是是，我是不可能封嘴的，啊、就是、啊、OK go ahead you sur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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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给我办是、啊、不给我办户口，所以导致我现在很可怜，每三个月要出去香港一趟，嗯、啊，要出境一次嘛，啊、对，就特别讨厌。第二呢，就不过我跟我先生已经结婚了，可以依他就是依亲，哎，我们台湾好像要正式办理这个结婚嘛。对, 对，就是我觉得台湾根本是锁国，所以为什么国际人不来，是就是经济哦，不想讲这个，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很多外国人，不管是国际学校的老师，到你所谓的米其林餐厅的这些师傅、嗯、这些老外其实都 credential 不是很资历不是很高的。哎、嗯嗯，你知道我们之前访问那个我们之前访问一位修女啊、哦、啊他大概70几岁快80岁才拿到我们第一张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什么意思？所以啊，你现在没有人要来、嗯、那全部你呢 welcome 这些Indonesian 菲律宾，不是他们不好，不是他们不好，大家有就不要推着我，不要不要写信，不要非说骂我。可是毕竟欧美的专家，特别是教育方面，我们需要更好的。你看 TA 台湾每个学校到台北，台大，你自己去看嘛，不用我看嘛，你们都要做功课。你看去官网上每个老师，不是从 Ohio。就是 Arkansas， 就是爱尔兰，就是澳洲，这不是英文主打的大国，就是大好的学校，顶级的学校。可是没有办法，你没有这个的 benefit， 你没有这好的这个福利是环境给大家，因为现在有污染，谁要来？所以这个我们跑题了啦，就是因为教育是我是专家教育嘛，所以待会也要讲垃圾老外的事情。OK， 没问题，讲哪里啊？我跟你确认一下啊。你最后一次看到爸爸是什么时候？就他去北京的时候，应该是2000。他去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对，那时候我在场嘛。我看啊，那就连战访中之后，在差不多那个时候，还不到2010年呢。我在他出去北京的时候，北京机场的时候，VIP 内幕还送他。所以那时候我不晓得是最后一次见面。那后来你到台湾几次？在那个之后都没，我20年没有过来了。20年没过来，那你是到台湾定居？所谓到台湾定居是指的多长时间？我是10月底过来台北了。10月底，那没有多久哦，去年10月底才几个月？哦、7月底。7月底，那7、8、9、10、11、12，快半年了。快半年，那这半年中都没有机会见到父亲一面吗？还是你的意愿的问题？第一就是他不想看到很多人，第二就是说我跟他的家人关系不太好，因为以前我刚刚讲了，你跳题跳得很快，就是说我、要回来的时候，就是他不希望我回台湾，所以爸已经不高兴了。OK， 那我过来台不是回来是过来，我过来台湾，而且他就是不希望，就是说上次我是第一个，2013年是我是第一个挂他电话的人，因为他平常会给我。些钱嘛，就是说帮我打这官司啦，帮我维权啦，帮我做这个事情啦，所以我们关系都很好的，虽然我们不是很亲，不过我当一个女儿，我能帮她做的，因为我是美国人嘛，所以我做的事情可能比她的其他小孩子这个做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她就是
因为爸爸是说实在有一点语言暴力，有时候或者是有精神暴力，所以说我就会被他气，被他气的时候我就挂他电话。但是你知道全世界也没有人敢挂李敖电话了，我挂了。OK, so what happened to me 就是2013年我被他封杀了。对，所以不过他那个 allowance 就是每个月给我的那个怎么什么那么需要什么钱还是会有的。对，就是小小的东西啦。所以他一辈子给我的是 guilt money, 就是亏欠的钱，因为他亏欠我很多。他补偿你。对，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了，因为我都是大女儿，我也给自己赚钱，就是说我能互相利用嘛，爸爸妈妈，爸爸利用女儿，女儿利用爸爸，这不是个坏事情，只要是对正义、维权啊、老百姓的这个利益有关系的话，我们都还是宏观，我是比较微观，所以我也没有他那么伟大，因为我不弄政治。你说钱没有断。但是面却见不到，对。那他有跟你招手吗？我不能去医院啊，医院那个都隔离的。不，我说从2013、他病情还没那么重的时候，他一直给我钱啊，一直给你钱。有没有通话呢？不通话。我们希望你来看看他呢。以前都是，因为他不知道我来，他不要我来台北啊，他不可能，他只能来过，他也不去美国，所以我在纽约看不到他。Okay, 我知道有地缘关系，而且你要办来台湾可能也不那么容易了哈。那再加上彼此之间意愿不是那么高。因为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我过来的时候，他付我钱回来台北，是因为奶奶在，就是姥姥，就他的妈妈相依为命的。因为他照不了他嘛，那奶奶我是他的最爱嘛。因为我们李家有八个孩子，你知道我爸爸是一个 black sheep, 这个黑马，我就是他的女儿，所以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没有 cousin。姐妹啊，表他不理我，大家都怕我，就像你很怕爸爸一样，对不对？所以我是，可是奶奶最爱我，那个爸爸也是最疼我，所以就是说那时候他就不希望我过来，就是因为奶奶的事情才为我过来，所以他就是不希望我过来台湾了，所以他我觉得他有点生气。好，了解。你们在这一段我要终结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了，我只能引述。譬如说你的文倩姐啊哈，或者说你的弟弟李堪，他们在媒体上面的有一些父亲的近况哈，那详细怎么样，当然我们也可以连线郑乃佳，可是我觉得这样就俗套了哈。但我本来想今天透过李文的嘴巴应该多少可以了解一下父亲最近的情况。我有二姑是我们有八个小孩子嘛，那二姑是在大陆，她是大，因为大姑已经去世了也在大陆，所以呢二姑她是会跟他太太讲话，因为我们是王不见王，OK, 你懂意思吗？OK, 跟李敖的太太小陈王不见王，对。那我跟他的女儿儿子基本上也是没有任何的沟通，是有很多原因的，这个讲不完了。So anyway, 所以我是觉得二姑有时候会有点信息给我们，基本上他就是在荣总嘛，就是做那个 chemo 啊 radiation 这些。那我也带了很多，因为毕竟台湾是跟美国的医疗走嘛，那我是美国人，所以那时候我过来的时候我还记得带了很多美国的资讯的，这个只有五个 cancer 药，因为他的病是个 rare disease, 就是小孩子得了病，所以我就是把这些药啊，还有一些 Boston, 就是波士顿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就是很少台湾人知道的，也有成功的例子。就是我觉得当大女儿能做了就做了，因为我今天把中国东西弄到去到荣总跟奶哥讲，完了待会儿他又发病又生气，那时候全世界怪到我头上。我说不用了，我说奶哥啊，你不要说我不孝子啊，我全部东西都在这边啊，随时可以。你拿给爸爸。是是是。其实李文没别的，他就是直嘛哈。就是说他不伪装哈。那某种程度当然做一个做女儿，我们等一下或许有时间来谈，但是攸关这个刚李文讲说我跳题跳很快，没有。我们一跳出去我就想办法把你抓回来。okay, 就是这一段其实我们主谈是李敖大师他的病况哈。那OK, 我还讲那个讨厌的名嘴是谁。你不敢讲，我讲你在笑。我不是不敢讲，我是不好讲。叫什么名字都可能，长玉年姐啦，她也常来过我们节目，所以我就不方便。Okay, 那我方便吧。那我是觉得，第一，你不是家人，是你也不是。你 don't know my dad that well。你连听一个台商就这样讲，我是说，你有一分钟时间去 post， 你们叫 PO PO 对，PO 文呢 ？PO 我是要。都是学一些英文的，都变成中式英文了。那你有时间一分钟去做一些 check，打电话给你了。李敖死了没有？Could call anybody。他主要是老百姓，我真的是眼睁一睁闭一睁。他是个资深媒体人，对吧？那个整形的，怎么那么多人整形呢？看不懂他的脸了。OK，anyways，所以就是说，他应该至少 OK。他被骂了，我也不想讲了。不过我当李敖的唯一敢讲话的人的家族，我就在 Facebook， 我也不喜欢 Facebook， 就为了这个就给他写了。
OK， 我就写留言给他，对，留言给他，就是 you better get your facts straight。其实我想骂人的，可是我怕他会有人说抓我辫子，抓我小辫子。完了，我是觉得，我也是要礼仪的嘛。你要宣布一个人 arbitrary 的话，应该也要一个时间段，对吧？去查，而且你最后也把那个 apology letter 写上去了，道歉信。你留言给他，然后呢？没有人回啊。对，那这也无所谓了。我已经他那种素质应该不会回，所以就是说。你道歉了，对不对？道歉完了，为什么不到24小时把它撤掉了？两个 post 撤掉了，你们自己去看啊。就等于说你没有这个诚意，对不对？他已经错了，他就赶快把它删文，不是很好吗？不是24 apology， 就我今天打你一巴掌，我马上说 OK。你意思要长一点的，对啊，一个歉意。你是下午 post 出来的话，至少 24 hours 嘛，这是国际的礼仪嘛，对不对？你不是说过了8个小时啊，大家平息了就把它删掉？可媒体都会报道他已经道歉了，那个。就像我收集这个简报，永远都留着。对，道歉是好事，不过你道歉的信你放一分钟和24小时 ，That's a big difference。这是要尊重，至少你是他的女儿，这是一个敷衍的道歉，为他的名誉道歉。我觉得道歉是要很爽快的，是从心，不像台湾说不好意思，虚名骂谁不好意思，学日本人。可你真正是心里道歉吗？还是真的不好意思吗？对不对？你时间是要去。给我表态出来，你至少24小时就这样子。好，即使是一个空中对话，可是李敖大师今天专访到你的女儿了。好，我们等一下来谈谈父女情啊。但希望李敖大师，你在你的病房里面啊，希望你好好的安养。那希望你长命百岁。我们休息下，接龙广告，马上回来。怕抢先报。现在时间12:26:24，欢迎回到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我今天很荣幸能够有请当事人邀请到李敖的长女李文哦。李文她其实也是不管在台海两地都相当知名啦，其实以后我们介绍也不用特别加上是李敖的长女啊，她是李文博士哈，是 Dr. Heidi Lee， 所以你的名字是 Heidi 英文名字啊。对。那华裔的美国人出生在曼哈顿，他刚刚有介绍了，不管是商业英文跟李怡教授他都非常专长哈，那作家、消费维权者、生活品牌导师，毕业于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旧金山大学。那其实是个博士啊，就是一路就是谢谢爸爸的提供的一个栽培跟奖学金。对，是。那曾经在北京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人家说他是维权女王，或者说控诉或是提报女王，因为你检举邻居或者举报各式各类的事情。我看那个报道从100多次变成1000次啊，你自己计算的都不止啦，15年不止了，一个礼拜2次，你自己算算看吧。好吧，那你先讲这个吧。不只是邻居啊，我也会告这些 SOE 啊，国企的啊，对吧？还有帮台商很孬种的，你知道吗？如果我是捞人家，我就闻呐、啊，你怎么养成这一个格型啊？你怎么养成这个个性、啊？我觉得其实不太像检举别人了。我觉得不太像爸爸。有时候我的个性，其实我是纽约人，因为台湾纽约人也不多，大陆纽约人不多。纽约人就是个性就是纽约的美国人也不可能到搬到北京去，像李文这样子检举1000多条农民老外搬到台湾和大陆都是不要的专家。没有，我意思就是说我纽约个性就是比较义气，1/1/22，黑白啊分的没有灰色地带，就是你不招我也不招你，可是就是公民意识很强的，所以跟我们老师笑纽约人也会笑加州人嘛，加州人整天是好莱坞胸部啦，对不对？太阳啊，沙滩，所以纽约是我感觉是比较更有文化、更国际化一点。是，你用比较就相对性嘛。那北京哪里惹到你啦？在你1000多条，这个所谓的控诉吧，哈。你可不可以举3个例子你认为非常离谱的？第一，我觉得住的环境安全很重要嘛。那当你的邻居种各种的菜，我现在阳明山有公，好像离不开农民，就是会是豪宅啦啊，就是说会种各式的这个很臭的肥料过来啦。菠菜啊、青菜啊，什么水果都有。完了，狼狗呢，24小时。因为狼狗在北京是不能养的，好像是44寸 centimeter 以上是不能养的。那我是爱狗族，不知道大会的爱狗人又开始 post 我怎么样 close 我，所以我是觉得狗的叫声，还有菜的肥料，就是我必须要讲说台湾和美国，因为你不是经常讲文化差异吗？是，就是不讲大陆了，就是说美国的话。就是开发商都特别缺德，所以他们盖的房子呢都是很薄，
像你说在北京的开发这边和台湾也有、哦、我们叫建商、哦、建商他就是、啊、隔音没做好因为强对强对强那个包括大集包括大集团从星光啦、嗯、到这些很多很多、嗯、所以我不希望我在我的生活环境我要写书我要教书我要做功课的时候呢就会听到一大堆脚步声音完了 挪家具声音甩门声音还有这个各式各样的声音完最后很可怕的是闻到你嗅觉也会闻到的不只是听嗯嗯所以我就五个地方被冲击在台湾 和大陆、嗯、听力嗅觉、嗯、对不对吃的什么都一大堆问题、嗯、所以呢就是小孩子呢狗还有你一出门的话狗就开始在走道里跑啊或者在电梯里头撒尿啊、嗯、就是一直在叫完了开始闻啦、啊、闻你闻就闻到烧死钱那个什么死钱那个迷信那个什么嗯，冥纸、那个、对，到处都有烧纸钱也、okay ，你会闻到，闻到哦、对，你会闻到，因为他们在空屋，那怎么？那你为什么选择住北京呢？空屋没有，我反而觉得台湾的空屋比北京还严重，大家都怪台。说话到目前了、啊，我不是说爱、欸、爱大陆，我们可能三分之一是从中国大陆飘来的、欸。因为我是整天看 PM 2.5 的、嗯，我是看卫星的，是美国的那卫星的，我谁都不相信大陆，也不相信台湾的这个气象局。嗯嗯、其实很多次台因为北京基本上十几年已经开始有做很多的政府做好的一些、嗯。这个方案了、嗯、没有大家那么想象的所以我不要台湾老是怪到北京去、嗯、因为你说这边已经到我阳明山都已经一百的话北京和厦门可能都不到50 PM2.5 那等于是说自己的岛的问题嘛、嗯、当然不否认摩托车很可怕、嗯、对不对、嗯、还有这个高雄台中的这些电力这个我不想讲这你比我会讲了、嗯嗯、所以我是觉得感觉住和吃和行和闻在北京和台湾都不好、嗯好，对，我们这段快要小结，你可不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啊？你讲说可能视觉、嗅觉、听觉，反正就是这个、我们讲五官可能都不幸福、不快乐了哈。对，在北京来是这个样子，台湾也不快乐，台湾也不快乐。所以我走到我们下一段，所以我好好数落一下台湾，所以我逃到阳明山去了嘛？是是是，至少空气好一点。你再举一个北京让你很，你投诉过。应该不止这些环境的问题太多了那投诉大一点的话呢不只是邻居的话我想想看还有什么你投诉太多了我都是我不投诉我是举报对你们以前台湾媒体都 follow 我都告一块钱嗯，就是不文明的行为啊金骂北京的金骂你知道这我不想跟他们讲就是骂人的话很脏的因为我促进他的利益关系嘛所以都很多的吧还有台商我也告有很多可恶的台商对啊卖我房子我的房子全部是没搬啊都告啊嗯、哦、台湾人在大陆很多惨的就是很多房子的那你爸不是跟你讲李文啊小文啊别告啦万一哪一天你得罪人啦得罪人了以后哪天你被砍了都不知道爸爸其实当时候对你很担心的对他很担心不过他还是我申索你要给我立案费啊律师费都要啊都他付的对那我的意外保险遗嘱都写了他也得利啊所以说你把我杀掉的话爸爸你还可以拿到很多钱呢所以我也蛮高兴的好就是某种程度就是个性上是真的非常另类你觉得遗传是谁我是奇女子啦奇女子我觉得没有真的遗传爸爸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没有那么多天嘛而且他出狱以后形容说你他出狱以后大概你们总见面天数他跟他女儿见面天数才一个礼拜啊对啊其实也是悲剧、啊、而且他见面的时候还有点暴力行为、嗯、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躲他是很好的、啊、他打你啊因为你不是你从监狱出来、嗯、你在监狱里又是那么年轻的这个又长了爸爸那边、就会又受到很多的精神压力我们不能人我们正常不能理解的、在那时候现在谁都可以骂政府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说姑姑们啊就说哎呀小文你体谅一些爸爸啦他在里面受很多苦啊那我说我那你体谅我啊我是刚刚可能对你那时候不能理解你那十来岁不能理解因为他要拼命我每天给他擦书还要鼓励擦一本给我一块钱新台币不准我去什么蓝屋跳舞啊喜儿登跳舞啊我们都是用美国护照偷偷进去那时候对不对我就说你让我你又让我去美国学校美国学校道明学校都是所谓的那种贵族学校都会爱玩的嘛所以那你又整天要让我去跟你擦书要念这个什么唐诗三百首看都看不懂你知道因为他要帮你一首都不会吗不会你刚刚讲了四个字八个字我都听不懂你不能讲四个字我听不懂哦，不能讲成语成语你也听不懂 对好好好那 我先生有时候当我的翻译者是是是他是我的 Google 他是我的那个everything 对对所以我就是说
那时候就会闹很大不同，因为他希望我成为一个女里奥，小里奥，可是我不愿意啊，我是美国派了嘛，对，我来来去去从美国过来，又在这边上学，在那我朋友都不见了，小朋友朋友，所以就是我觉得他还是那时候有点，就我以后写书写出来的吧，要不然就是也有暴力倾向或者是，那我是觉得我那时候离开其实是个好处，又回去美国了，就是。读我大学啊，了解读我一路成长，对，所以念书全部在中因为现在在美国，因为他现在结婚有，他也不适合有小孩子，不过有小孩没办法了，就是他其实不一定是很好的爸爸，因为他是个伟人，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有这么多的这个的才华，可是不代表他可以做个很好的爸爸，很多伟人是不行做爸爸的，所以我觉得他的小孩现在派派的话，可能遭遇的比我多100倍。我们不想讲太多了，当然也有幸福，他老来有孙子，这不可否认，可是跟他住的话，相聚的话不是太好，所以其实你看我像那么乐观，对不对，那么 happy， 那美国话其实是个好事情。其实里面有一句谚语啊，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的经不止一本了，是100本了，这句你听得懂吧，这句听懂。 OK， 好，我们现在听到广告，马上回来。资讯爆炸的时代，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黄光芹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怕抢先报。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李文博士哈。李文，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在你谈话中间，你至少说了5、6、7、8遍的，你又谈到我爸爸，你又谈到我爸爸，所以我刚改了一下介绍您的这个称呼嘛，不再是李敖的长女。在北京都没有人说李敖长女的，因为很多老百姓也看不到，都就说李文啊，一个笨蛋在替我们维权呢，因为没有人会跟体制谈维权，不是很危险吗？还好了，我是告小 case，不是告到吴景涛啊这些的，我没那么笨啊，可以拜托。爸爸跟中南海关系不是不好了吗？因为乱讲他们坏话，我还要生存在北京，谢谢你。你刚批评过、批判过北京了啊，北京，北京哈。那你到台湾定居快要半年了，之前呢，随便三言两语就一炮而红啊。我看这个网上，这个 Google 上面都是你的新闻。你真的甩开这个过去对台北的批评，因为那个时候搞不好。跟现在时候感受又不一样，台北给你什么印象？我觉得即使住在阳明山上，我觉得20年我离开的时候，20年后好像更惨了耶，更落伍了，印象不一样了吧？对，吃和喝，我刚讲和住都基本上已经不国际化了。我们房子有在大安区也有，文山区也有，我就不敢住。我跟你讲，那个不要再重复，就是那个质量不好嘛，所以就没有得到安宁。那我们就躲着阳明山吧。阳明山竟然找了3个月房子，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烤箱，因为美国人喜欢烤东西。刚不给你个 brownies 吗？啊，你手艺很好，对，谢谢。别看他这么凶啊，我没那么凶了。你认识我就餐厅了，真的。完了还要容量大的洗衣机，17kg 的啊，还有烘干机啦，还有洗碗机啊，很难找到。你要找租的，对不对？对，我没有几亿钱买的阳明山，因为房子在下面有嘛，对不对？我想观察一下，可以的话就可以卖房下面的房子，买上面的房子。完了，注意到很多荒屋，他们说那个中介就说：“李博士啊，这个荒屋都是以前老外住的。”就美军宿舍吗？那不是，就是说阳明山整个阳明山， okay， 因为老外不来了，是是，所以荒屋多。说哎，太好了，那价钱就低了嘛。那价钱都低下来啊。因为阳明山，我觉得以前老的平房那个不像一般的。你没有那个小蔡好像没有给你看我的美丽的照片，对不对？你看完照片就知道了。我是阳明山，当然没有那些暴发户企业家的那个房子好。不过呢，我会布置，所以我是半亩的地 ，half acre， 所以我就花园特别大。那没有游泳池就很可怜，没有壁炉啦。就是因为老外住，我从外短说，就是我想找老外住的地方是有，可是就荒屋的，保养的不好了。了解，所以3个月才找到房子。没想到四面八方都是农民，鸡大便的那个农菜啊，开始每次烧那个垃圾、烧肥料啊、烧木头啊，这烧什么东西？完了开始的哇，我说什么声音？有人死了，那个女的过来
唱那个什么葬礼习俗，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唢呐吹的吧？你讲的是那个？还有个女在唱，好像快哭出来那种。我说怎么会在阳明山这么多老外，这么多企业家，阳明山公园这种地方有？那我们要入境随俗啊！你这四个字的啊，李文，可是入境随俗，不文明的东西。可是不文明，还有养狗，那个狗乱跑，土狗完了乱跑到我们家来，是是在邻居还有里长哦，是里长的狗哦，还有以前警察的退休的狗哦，所以我觉得乱套了。不是大狼狗那个大狗，你去过阳明山了？你没被咬死吗？我是小时候就怕狗，有些人是怕狗的，真的。我是爱狗，可你狗要拴啊。对的，对不对？这狗是另外问题，我不要讲狗了，到又要再训了。我对这个，我是觉得说我们安全要安全，对不对？空气要好嘛。可是我没有办法睡觉，你的狗在叫，好像又回去北京一样。你等那狗不拴，又只在叫，一个蚊子过去。不只是土狗，因为有些爱心人去喂这些狗在的文化大学那边，你懂吗？那你喂的狗的话，这狗没有东西吃，就跑到我们家来找食物了，就是一个恶劣循环。而且不是我讲，阳明山公园也有开始说不准喂狗，不准弃狗，丢着狗在上面，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是假爱心，真的不是真的爱心，这个我要批评一下狗的事情。所以就是让我早上起来想闻一下新鲜的空气，因为山下空气不好，就闻到各式的烧的这个烟，这不是不准烧了吗？还是在烧啊，不准香在拜拜，香还在到处啊。我们 PM2.5 已经那么高了，所以你看我们老百姓在山下都有这个问题，山上有这个问题，那整个台北不是完蛋了吗？那你怎么办呢？我就拿大电风扇吹着它。然后呢？就他要烧的时候，电风扇烧着它。你也可以举报，举报来的就灭掉了。你敢惹这些农民吗？他不是要 vote 吗？他不是要选票吗？北京敢举报，而且那么多件数，为什么在台湾？我也有开始了，破蛋了没？有，我出租车开始，因为我是北京出租车大队的监督人，我管7万个人，这边才小岛怎么几万个师傅，2-3万师傅吧，算什么？然后呢？完了，警察市警警察说你要去录像，我都快被他甩来甩去，在他乱开车嘛，就是故意的嘛，要吓我。你就说比较危险驾驶，让你不绕路什么，抽烟吃槟榔什么都来，重点是。士林的警察说你必须要录像，我说我命都没有还给你录像，拍照不行，北京拍照都可以了，姐就是这种一头雾水。所以维权反而在京城比这边维权更容易，很无奈。那台湾有没有让你觉得赏心悦目，过得非常舒适？我跟你讲，在台湾生活什么时候你越觉得台湾好？健保吗？不是，我告诉你，当你出国的时候，你在回国的时候，当那个飞机说马上快要到我们的桃园机场的时候，我告诉你，外面都比不上台湾好。那是因为你是台湾土生土长的，长对对，所以你有这跟他有些 memory 是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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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sensitive， 我也理解了啊。可是我对我来讲，因为你是要听国际人，因为国际人没有在这边跟你讲话嘛，是你有几个国际人在那边跟你讲话，又是双语的，所以我是觉得说，从教育方面，还有这个住的方面、吃的方面，全部都不国际化，所以呢。我为什么要返老还童？上次在联合报曝光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们都已经小确幸，都已经习惯，都麻痹了。你们必须要推动你们一点，要去突破了。小确幸就是忍让，不面对现实。我们不需要短暂的快乐，我们需要永久的快乐。So everybody have to push this issue。你不能就在那边呱呱呱讲，没看到行动，是对不对？我是有行动的人，虽然很多遭人家讨厌，可是我是讲真话的。现在公众人物。对不对？名流这些的，或者是名嘴，不是个黄牙齿，完了一腿黄牙齿，完了穿衣服很土，完了没有国际的价值观，你讲不出来什么，对不对？完了打那个脸，打那什么样子？我看了台，我就赶快转台，我看我的纽约台，我不敢看台湾的新闻。还好最近比较少上电视，我们休息一下，就有广告，马上回来。哈，抢先报。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李文博士哈。您刚刚讲过阳明山有五大野啊，野山、野狗、野人、野猫、野车，哎，不止五大了，您少数了，野鹿、野房了啊啊！您也是一个现代千面而且是多样的一位女子啊。那你也批判过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自我感觉好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刚刚就想了嘛，我先生叫我讲，教我一个字叫小确幸，现在很流行讲，台湾很流行讲小确幸、啊、对，是日本过来的，对不对？那个小说 anyways、所以我是觉得，我刚刚不想再重复，就是我是觉得台湾人是个欺骗地方，大家都很有名，这样是对的，整个国家名誉不好。我刚刚才被顺丰他们欺骗了一下，顺丰快递今天早上才跟我讲我差点被欺骗、我电话才拿了不到3个月就被
欺诈案进来，哇、哦，真的是 number one 的欺诈。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形象不好的话，我们就要去努力把这个形象弄好。那我们还骗了什么？你感觉有受骗了？我们还骗了什么？我们通常还要防诈骗集团呢。你还觉得我们台湾到处都是？还有是老鼠会，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课题那个陈武刚、在大陆就是管就是做这些啊，我只能举报啊，对，我台湾上我也举报，大陆人我也举报，就是说很多不只是就是变相的一种这个欺骗，你欺骗老百姓的老鼠会，因为你要去买这些那么多化妆品，而且是很次的化妆品，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太多的这种欺骗的事情的，我们自己要去反省一下，怎么会不要再被骗？嗯，我为什么老是投诉垃圾老外在台湾和大陆？因为我是老外，我看穿他们，他们不敢惹我，不敢诈骗，因为我一看穿他们这个老套，像在威风广场、星光、塔克西玛有收过这么大的名牌的个信义区哦，还不是在嘉义哦，什么台南，他们会放纵这些以色列诈骗情况 ，WikiLeaks 看华尔街都爆出了。你有没有看过有几个老外很漂亮帅哥美女啊，抓你的手给你那个样品。来，你手给我磨一下，你手怎么老啊？来，过来过来，我们给你一些产品，有没有这样？到处都，这是有名的。十年以前，美国的 FBI 已经充斥很多的美国的商场去抓。我投诉到威风，我说你怎么可以容忍有七种这种人？知道？他们就哎，这有建设性。这个就是你中西合璧，这个西方早十年前就被在美国抓了。对啊，为什么台湾还被？哎呀，这个台湾为什么以色列的退休的军人可以在台湾五年再骗台湾的老百姓，特别是台湾的太太？我看不下去。他也帮我们这个抓出来，这他们现在以色列怎么可以骗我们的？那美空姐叫什么？以色列什么？没问题，好，跟经济文化说他不理我。好，希望我们台湾因为你这有建设性的举报，而且冲锋陷阵，帮我把所有垃圾老外给我滚出去。好的，留住我，不要赶我走。你讲的垃圾老外，我们这边叫垃圾老外啊，垃圾，对不起啊，在大陆太久了，垃圾啊。那李文，你现在想发展什么？你既然来到台湾嘛，你未来想怎么样打造你自己的生涯？我讲譬如说职场哦，还有你包括你个人啊，那你在台湾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其实我已经五十多岁，我看起来蛮年轻的啊。But anyways， 我是想说半退休了啦，因为在美国也教书教这么多年，大陆也15年了，也替老百姓维权，也经受了很多的这些恐吓啊这些的威胁，所以我觉得像我算半退休，可是你知道我这个命，我的 DNA。就是有点像爸爸还有韩永元，对对，所以你看我刚刚讲那个欺负老百姓，我就很气，特别是欺负女人，老外欺负女人，所以台湾女人，所以我觉得说可以还继续写书，在大陆也写了十几本书，可是我也可能尝时尚啦，我吃喝拉撒都是国际，我会做小国际的一些小甜品啊，我是很美国化，不要老是给我框是维权人啦，我可以教人家怎么用最小的钱去弄得最好的房子或最好的衣着，你今天看我都是很便宜的，非常时尚，真的不到500块。不到五对、哦、人民币哈，不过也很便宜了。500块人民币现在多少？就乘以45嘛，2000多块钱。珠宝这些1000、哇，这样才2000多块。对啊，光是这个、啊、这一席这真货不假货啊，所以就教你怎么去弄，对，怎么去保持好。好，才2000多，待会给你讲，这要不然给你全部讲，书上就不能写了。是，所以不管是教大家这些东西，时尚，还有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还有这个台商也有些问题在台大陆的，我也会帮他们去维权这些的。因为现在两岸关系不太好嘛，所以台商也不多了。自保为免了。还有就是上节目啦，比如上你的节目啦，因为我在大陆上了，还美国上了将近上千个节目了，你懂吗？从汽车谈到法律，谈到美容，什么都可以谈。我是一个万宝。你看我的 Facebook 是个万宝箱，所以什么都可以啊。可是台湾节目好像钱不是很多，稿费也不是很多，所以只好用我的用就是不就是希望更，所以最主要是希望台湾更国际化，因为国际专家不多。对对对，其实就如果要赚所谓的名嘴的钱啊、哦，我觉得中国大陆给的比较多，对，是很多，真的，他们的一集跟我们这边，我在台湾上凤凰卫视1个小时2500，是人民币，
人民币啊、哦，对对，一个小时，对对对，好像20分钟还是 live 的哦，那就蛮高的。不过有些央视的话、嗯，他们都是贴钱，因为他们要打知名度嘛。嗯哼。可是他看到我说，哦，李博士不需要贴钱，因为我有知名度。可是因为央视没有人会讲英文，就像这边很多媒体不讲英文，嗯嗯，就像大陆很多穷酸性的学者，好像这边也很多，嗯、就是叽叽哇哇讲了半天，讲不出了什么这个框框，还在台湾这个小岛这个框框。嗯。所以我觉得说，不要浪费我的这个好不容易一个老外要过来台湾了，嗯、不是个垃圾老外。你要好垃圾老外，垃圾、嗯、要好好的当一个熊猫去保护他、嗯、去推他出去。 对，好，李文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其实我们台湾网络非常发达，你担不担心有一天这么桀骜不驯的，就是非常的应该怎么讲，不受拘束啊、那常常是有路见不平的时候，你就刀就拔出来。可是在我们的网络力量来讲呢，反扑的力量或许哪一天会很巨大，嗯，会反李文呢、哦、我在预估、嗯、就像我们台湾有一股叫反李啊、嗯、黄安呢、啊、对，有人说我是女黄安，我说我怎么变我是变，我那么丑，你会不会担心这种事情会让你在台湾终于有一天你不想待了，或者说怎么样？不会，因为你知道，这我随便乱讲、啊，没关系，我预测很实话。因为北京是台北的60倍的人口量，那个面积量、嗯，人口量是10倍。嗯，曼哈顿是我老家，是台北的大纽约的话是10倍量，对吧？三倍量，我都。不 care 的话，台湾小岛我 care 吗？我早就以前在大陆被骂死啊，说你滚回台湾、嗯。我说我又不台湾人，滚，你滚回美国。就是说，那完了，这联合报一出来，30万酸民连夜，嗯，就会骂说你滚回大陆。我说我不大陆人，滚回美国。美国还有家吗？还有房子？有啊，纽约三分是有，对，不，那就不为你担心了啊。对，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因为必须，你看爸爸为了蒋家到现在还是在骂他吗？还在？我觉得。大家都会牺牲，那我们也不是说那种伟大牺牲，其实我觉得台湾人还是很多人想去把声音说出来、嗯嗯、或很多委屈，可是都是那种不好意思虚名卖身，自己管好自己门前的事，不敢惹这不敢惹不敢那个，完做只有在网上骂日本的日本就去学日本人嘛所以可是我需要做多点人讲真话，能敢去转出，假如说真的是 again 我遗书也买了嘛、什么都买了嘛，我是天不怕地不怕，这就是李文哈、他后面自己这个刷自己爸爸又出来了、哦、这真的难以切割了不过我对他相当好奇，我希望他在台湾能够闯出一条他自己的道路。今天非常感谢李文，嗯，好，他已经喝起水来，谢谢。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接下来请收听联网抢先报告用 Danny 主持的音乐123。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